现在我们要吃一个很迟的午餐，然后我们全部人下一盘，因为我们早餐吃得很饱，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吃。他们是讲这里是比较著名的，这个叫炸。对，看一下。哇哦！其实这个火条炸了之后没有什么味道，不过是不错的，就有点像意面，就本来脆脆，然后放进那个汤汁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就是我的外婆家。啊 ，Hello 外婆 ，Hello， 在这个Sungai Bandang Waterfall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一棵百年老树。我们刚才这样一路走来，就是想要来看这棵百年老树，因为它的那个树根真的很大，需要10多到20个人来才可以包围它整个树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。它的水很冰，它的体验怎样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次跌倒还弄湿了裤子。是吗？哪里？没有湿啊。难得。哦。它像个老人一样。看，这是我的外婆家的厨房，开放式的，这是我刚才贴的哦。嗨，我是主厨 ，Min Chef 主厨。我还没有问他买了什么。对，我现在在车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开车去拉面，然后我要去弄一下厨房，因为他已经整个很圈，然后我们要去吃一些好吃的，耶！然后我们每次上拉比斯都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吃，因为真的蛮好吃的，所以现在很多人，所以我们就要等一等，然后等一下就进去吃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位置坐下来了，然后我们也已经点菜了，所以这里其实是卖一些火条干、火条汤，还有一些小菜，有点像，它概念就有点像我们新加坡的粥仔。
今晚没有开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就来这个路边摊吃这个甜品。那其实叫在这里是叫欧姑，其实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爱玉煎鱼差不多，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现在就来吃吧。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别带你保护好你的我，用什么资格奢求再第一次你爱我。耶、yeah, ！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所以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希望你们会喜欢，看完之后记得要 like、share 还有 subscribe。然后再来说一件事呢，就是 Incredibles 2最近不是上映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剪完这个头发，还有戴上这个眼镜，还蛮像里面某一个角色。神经病。还蛮像里面某一个角色，那就是这个 Edna Mode。要是你想要看我做一个 parody of 这个 Edna Mode， 那就记得 like 这个影片，那我会考虑看看。那么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，拜拜。